面会比较湿滑，那麻烦各位在走路的时候请小心，哦，不要滑倒。那第二件事情，我们的背景，我们包含装备类、工具类，哦，那有一些器具，哦，那这些东西待会会让各位记者媒体去做一个实际的。好的，好，来手机。完成人员的脱离以及逃生，接下来我们就请看人员的示范。来，好，当你入水之后呢，解开大车。
产生，这边会进出水啊。好，那开始处理。这时候呢，我们会以限制出口的方式，比较纯粹进行逃生。那各位可以看一看，它会从哪一个方向逃生出来？第一个是出来。